俗话说，吃别人的嘴软，拿别人的手短。但吃货山羊今天要诠释的是吃别人的嘴短。山羊啊山羊，你就不能给自己留点尊严吗？姑娘今天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，减肥。她要自觉抵制各种美食的诱惑，一天只喝一杯酒。这也行。还有，她决定一顿只吃一个饺子。这么大。姑娘，你是在耍我吗？火锅是中国人最喜欢的美食之一，面对火锅的诱惑，就连小龙虾也把持不住了。火锅，我来啦！哎呦，好烫啊！好烫，好烫！小龙虾，你这么赴汤蹈火，会没命的。作为麻辣小龙虾，这辈子能尝到一次三鲜口味，就算死也值了。冰激凌。不仅是人类最喜欢的美食，也是猫咪的最爱。那冰凉的口感，入骨的体验，简直太刺激。螃蟹营养美味，自古以来就是餐桌上一道诱人的下酒菜。然而螃蟹一贯横行霸道，想烹饪它可不容易。首先你得学会抓螃蟹。螃蟹，有种你来夹我呀，今天你要夹不到我，我就把你吃掉。蟹可杀不可辱。哈利路亚。哥们儿，何必自作自受呢？螃蟹就要下锅了，剪刀手要给他做一次全面的清理。干啥呢？做美容的呗。少来这套，今天我倒要看看是你的剪刀厉害还是我的剪刀厉害。螃蟹，你才是名副其实的剪刀手啊。这个哥们儿为了吃到一只纯正的醉蟹，可谓费尽心机。剪刀石头布，干啥？兄弟，看来喝多的人是你呀。为了不让自己成为人类的盘中餐，螃蟹们发起了大无畏的抗争。他们纷纷拿起武器，有的拿起长矛。十个，十一，十二，再坚持。今天的不放弃是为了明天活下去。还有的拿起了大刀，来呀，互相伤害呀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凶起来可是连自己都怕。面对人类的锅铲，这只螃蟹又会拿起什么武器奋起抗争呢？今天为了螃蟹的尊严，我拼了。you